熟悉的味道。 他妈换血不亏呀，你一口我一口，无所谓。许多人都想终结，已经把药水给他偷出来了。我的药水的话，还想再等会儿再喝，反正血越少喝越赚。这两天没啥时间了，再15个后晚没关系，啥时候有时间啥时候来呗。 挖个脸啥的，牛逼！该啃他一口，那这样的话，我连个助攻都没有。反甲和蓝盾优先做哪个呀？那肯定是反甲呀！打剑姬、轻杠这种英雄就不做什么蓝盾冰心。 这波处理的不错嘛，剑姬，换人了是吧？我操，把我拉扯了，不让你拉扯。W 真快呀，主 W 的吧？你这剑姬，肯定是主 W 的，这么快一个。 留个 Q 技能，然后呢给他反杀掉。哎 ，W 呢？怎么是普攻呀？我操！对我有想法是吧？给你机会。一切都将崩塌。 给你机会，是让你能打死我。现在想跑晚了。我操，真快呀，这 非得好奇我能不能打死你是吧？不要问为什么，问就是漏炮哥的。W，我也W。他敢 Q 回来，好，很好。 啃一口二段 W， 加个点W，我让你也见识一下炮车近在眼前而却捕不到的痛苦。W，哈哈，哎我一下呀，真是的，有那么怕吗？一切都将崩塌。 星界驱驰性价比不高，但是打剑姬的话刚刚好。打轻钢营的话也刚刚好。除了这俩以外，基本上没有哪个英雄过第二剑就做大星界驱驰的。这波剑姬有队友，跟他骚两下就走了。<笑> 我操！在劫难逃啊！哎。
干嘛呢奶妈，我操，操的，都死了我！这边这么多人没给我抓死，为了救队友把我打，都被死了。这个链子啊，不要给剑姬，给他们家唯一的 AP 光辉。咱现在是50的冷却缩减，99的极速，50的冷却。基本上打个剑姬，不说无限火力也差不多了。一个信号回来打龙，黑豹将吞噬你。问起生吧，落一道又何妨。真烦，别靠太近，留个 W。 我迈出的每一步聚集力量。还要追吗？一切都将崩塌。哎呀，大招还没好屁，这就4000滴血了嘛，还差最后一个格子，那就再来个黑切，再来30技能级，我倒要看看我的 Q 技能，我50极速，这大招还60秒的，你换成其他那种刺客，估计20秒一个。还想勾我，好惨的锤石，锤石玩的不赖的，我死的那一次就是被他勾了。